五月中5月15号以前，季报陆陆续续公布，所以行情还是会震荡。但是季报已经公布完之后的，然后又是成败股，或者又是我放好的未来趋势成长产业的话，那我觉得你就好好报到第二季，甚至第三季，好好跟我赚个大波段。